公园一个很特别的事情，就是因为它整个是国家森林公园嘛，它禁烟。嗯，你要到某一个地方，它限制你抽烟的地方，你才可以去抽。嗯，那我们两台车子自己去玩了、啊。那我哥哥就想说，看不到，忙紧，就偷偷的拿一根烟起来，嗯，要点哦，嗯，还没点哦，嗯，烟揣嘴巴上面，要拿打火机出来点。那看不到的地方，就是不是公园里面危险地带，嗯，马上麦克风就广播了，嗯。那个我们这个国家公园区哦，限制禁烟哦，你要抽烟你就到那个我们有吸烟区的地方让你去吸烟。哎呀，好丢脸哦！小事一桩啊，紧接着他的手机爆逼爆。注意注意注意，林秀芳那一团，林秀芳那一团旁边那个男的。他不知道是林秀芳那一团。他早就知道这一团是林秀芳那一团。大家都没规定，有假货都爱注意哦。幸好我没有调皮也拿起来点，你知道吗？嗯、接着我那个点烟的哥哥，马上他手机响了，这个卫星真的很可怕。他手机响，那个声音就好像我们地震，有没有？我们手机地震不是哦、嗯那個？国家级地震警报，對對對，然后怎么样？他手机响了，拿起来一看，学霸公园禁烟，请到吸烟处去吸烟。你把不列公灵异故事，我们都觉得他一拿香烟，他手机就响。对。不信你去学霸点烟看看。观众朋友，那秀芳姐公仔几滴的转播都改一动作，七月半在讲故事。不管讲旅游还是讲美食。哦，我这杜林，我被你气炸了。这个人山植物园呢，其实很简单。其实我们早上我们从台北开车出发，我们都预计五点或六点出发，花的差不多一个钟头，就四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到宜兰人山了。是。那它又位于在东山乡。哦、那东山乡，对，东山乡你上去以后，它不用任何的门票，哦，不用那个的，上面有四个庭园景造景。那其实你走第一个条，从车道那个所谓的公务车道，慢慢的走，你不用去走楼梯，走楼梯你会累，又会迷路，路又小。对，你可以走公务车道，慢慢的走到第一个台景观景台这个地方，只要花你三十分钟而已。哦，我跟你讲，最厉害的是你在上面还山上还可以泡咖啡。Oh, 那边有个小贩卖自己带咖啡去泡吗？那边有个贩卖部哦， oh. 你就停下来流流汗，嗯、或者在那边泡泡咖啡。这个地方呢，还有一个那个东方的那个景区，东方那个花园景区，也有西方的。你一进去，哇，有唐式的，也有和式的，哦，有中式的庭园，对，也有唐式的，有西式的，唐朝式的，唐朝的，唐朝式的，唐朝式是日式的，就有点类似的，哦，类似日式的。那另外呢，还有欧式的哦，哇哇哇！你现在这样子走一走，绕在一圈下来，差不多两到三个钟头下来山下，嗯，下来山下嘞，到我们北后市去静一下。驿马，驿马，人样学里面这个地方把它当驿马，驿马奔腾嘛，哦，就是它就能够到处跑，它很适合做这种旅游业啦、贸易业啦，或者运输业啦、航空航海啦，哦，它就乐在其中。例如说，通常我们去旅行，有些人旅行他一定要跟着旅行团，或者人家安排好他才去。但是这种一马开阔的人呢，他不必，他自己会计划，自己玩也好，带他甚至带别人玩也好，他有那个能力。